永远，这个女人必须得死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有阿楚的下落。从我决定跟燕洵回燕北开始，全天下都将成为我的敌人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走，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让我知道，在我看不见、帮不到你的地方，要不然我受不了。GTV 戏剧台《森田耀庄楚乔传》。